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，莫比世界公仔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哦，朋友们，今天艾莉带来的是莫比世界公仔。看一下，应该这个是女的，这个是男的。首先呢，要打开什么好呢？男的、女的、男的、男的吧。朋友们，这里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有点可怕的呢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音乐家，应该是音乐家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希望艾莉呢要出这个厨师，还有音乐家，然后应该这个是魔法师，对吧？应该是魔法师。我希望出一、二、三。OK， 那么要打开一下吧。哦吼，好啊！哇，不可能吧？朋友们，艾莉刚才不是说要出这个魔法师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快点要做一下吧。OK， 好。这是脸部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出了魔法师。那哦，朋友们，这样说明书看着，艾莉还想要这个棒球选手，这个是不是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继续要打开一下吧。没想到啊，朋友们，出事，哇，出来了呀！哇，怎么可能呢？艾莉就是魔法师，对不对？哇，没想到嘞！哇，真的很开心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快点要做一下吧。帽子，OK， 第二个也出来了，艾莉最喜欢的了。那第三，最后的也要出，艾莉想要的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是不是不是艾莉想要的，哇！那现在要开始做一下吧。当当，朋友们，艾莉做好了。不过刚才艾莉弄这个的时候就有点断了，不过没关系的，刚好刚好，我觉得。当当当当，哇！朋友们，艾莉真的没想到这个莫比世界公仔会这么可爱啊，这么帅啊。好，那今天艾莉打开的是，当当当当。那这样吧，朋友们，你们帮我起个名字吧，他的名字，还有他的名字，还有他的名字，那就你们一定要起三个名字才好了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哇，真的很开心，今天艾莉想要出的这两个都出现了，挺好，这个也是挺棒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朋友们，现在还没有打开这个了吧，这个是第二集可以看到的，那你们都期待一下第二集哦。我们成